陈洁仪、赵珍熙定于二月在香港会展举行的音乐会十一日如期上演。音乐会定名为《倾城》，以享受为题，就是希望观众可以用心感受音乐。陈洁仪阔别多年没有在香港开演唱会，与赵珍熙则是自1997年音乐剧《雪狼湖》相识。陈洁仪曾在赵珍熙音乐会做过嘉宾，于是金色二人决定自费搞音乐会，唱到过瘾为止。苏永康的出现无疑是音乐会的一次高潮，面味加深的苏永康不仅深情牵起陈洁仪的手，还不遗余力地自唱歌曲力挺到底。